2021全球百大最帅面孔出炉，肖战排名国内明星最高位。众所周知，在2020年时，肖战也登上过这个榜单，并且那次同样肖战也是位列国内明星的最高位。而这次再次排名前列，也说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肖战这位我们本土优秀青年的颜值绝对是全球公认的。当然，在以往连续几年时间里，肖战都在众多全球性的权威机构中有着非常亮眼的排名，甚至在有些榜单中，肖战也登顶过全球最帅面孔的赞誉。所以这次的排名也可以说是肖战耀眼成绩的延续。另外不得不提的是，肖战此次登顶华人明星的最高位，也是再次认证了他那世界级的知名度与超强影响力。而网友们在得知肖战登上全球第十一名的好成绩后，也是纷纷留言表示道，果然全球爱美的眼光是一样的，肖战就是大帅哥。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本土偶像，肖战在海外毫无疑问代表的是我们东方面孔的魅力。他能连续多年获得众多权威评选机构的认可，也是说明在海外人们心中，肖战所蕴含的东方魅力跟国外的帅气明星们对比也是不分伯仲的。东方魅力的展现，除了肖战那无与伦比的颜值外，其实肖战的超高才华与良好品德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。因为肖战在闯世界的过程中，不仅早已是为海外观众们带去了他的众多优质作品，更是他将引入向上的理想也一起传递了开来。其实肖战有如今世界级的影响力，也正是他一次又一次优秀展现的结果。很多海外的人们都是被肖战的颜值与才华所深深吸引，而在深入了解过肖战之后，他们也都对肖战的良好品德与素养竖起了大拇指。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说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优秀且善良的人，不管身在何地，始终都是人们眼中的焦点，也始终会被人们所喜爱。肖战。